哦，你嘛在讲这个羊羔牙的迄个来源啊，哦，其实甲较早都无同啊。你进到几条地，你就无管理啊啦。你就像种间国家迄落老蒋的商量，就较用去调底下把卡底下在做迄落啊。真的是写到甲较早都无同款，都无在讲迄个历史啦。啊，不然的话，甲调底下把卡咧。对啦。因在哪？因阿边也在换，因当做啥？因当做或者国家因的啊啦。啊是啊，头前的拢头前的都要甲毁灭掉啊啦。因的迄个意思就是像安尼啦。我经历春天的迄个。迄个不咧春时代啦。哦呀，原早的开基因哦，是郑成功过来台湾呐。啊，郑成功过来台湾哦，伊是最台南遐上陆的吼。啊，对台南啊，上陆因迄个麦西就是伊的大将啊，因较早战将啊，啊因迄个大将，因迄个战将，迄个叫做杨水莲，伊就是来住伫无牙，来住伫这个所在就是叫做无牙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哦，伊迄武将，啊武将伊唔只分作方，伊赢者就是说下头迄个下赢落，迄个做中赢啦。哦，迄个就是一个赢者啦。因嘛，伊五军的军爷就是伫五军爷咧办的啦。啊，伊这个古爷伊就古代迄个兄弟啦。所以伊阵来，咱这个周围这和啥物爷，这就是讲伊的官府啦，这就是讲杨过爷的官府啦。啊，杨过爷阵啊，伫遮哦，就是产生伊土地足地啊，这就讲伊的官，伊阵过来土地就用占的啦，迄毋是用买的啊。啊，所以伊迄阵住伫遮哦。就是即算做伫遮秘书伫遮皇帝啊，啊因郑成功都住伫台南哦，因某拢会等于因台南找郑成功啊，啊较早要等于哦，拢就是爱呐爱坐桥，啊坐桥用钢的啊，啊来钢到下桥头啊钢无下赢落迄个下桥头啊迄个钢遐，插尾出来甲夹啦。啊！陈尾准备出来甲夹，伊是知影讲坐轿是好家人尔，伊唔知影是郑成功的小妹啦。啊，听遐老的咧讲就讲啦，讲伊去甲讲，你遐死贼仔婆，我等下甲阮成啊讲哦，来恁遮就笑啊，你来跌巴啦。所以遐贼仔仔听着讲，安尼这帝国性的小妹，这不过死袂使，要等伊报哦，来遮贼仔惨啦。啊，所以怎啊底下甲抬死啊？啊，抬死则怎啊带你下轿头讲啊？所以阮做囡仔时，听咧讲，就是讲，因这老伙仔咧讲，迄阵拢还阁落去叫他讲咧拜望的，啊落去伫遐咧甲拜望啦。伊就是伫遮爱落去台南，就是去遐去拜祀的啊。迄段期间就是安尼来啊。啊，所以伊迄阵啊，伫迄个杨过爷在伫遮去世，住伫遮，因某方拜祀了，伊嘛赶快阁住伫遮。到尾来讲，直接去西藏来西藏待伫遮，啊，唔得讲伊迄个地理风水哦，讲伊迄个风水，讲上边边啊哦，有做十二生肖的，迄个拍照的，迄款十二生肖的物件。啊，边个？边个？地讲迄十二生肖，伊迄个石啊拍的迄十二生肖啊，啊，伊迄个梦条足快的，啊，因做囡啊，拢伫遐咧拍干落啦。讲迄个做囡仔拢规阵出来遐拍干落啊！啊，因为迄个蒙太无，就是较早无开放啊，啊无开放花哦，迄个做大水来拢乌白阴嘛。啊，即做大水来乌白阴哦，即嘛一当土拢直直分起啊，啊分起分到迄几粒蒙团叫大水的迄个土怎暗无去啊？啊暗无见怎变成伫咧做假的迄个产能啊？啊，所以进也无当去看迄个梦里底啊！啊，这个梦哦，进呐，假算讲要听哦，玉龙咧甲想是无话听啦，因为这些人哦，因就是讲迄个梦哦，伊迄个位啦，伊若咧大拍迄个时，平时咧做诶时哦，迄个五角龙拢会死啊！伊迄个就是下底隔离无解高啦，啊，所土拍大诶，五角拢会死啊！所以迄个所在，若咧大拍日的时候，我国种袂起啊，安尼尔。杨过爷的来源哦，伊是对郑成功过来啊。啊，郑成功哦，当时是明朝的
大陆明朝失败，叫清朝霸占。啊，以前啊，阿蛮渐渐动人袂了啊，叫清朝伫啊压着啊到南部，同我走半袂拄一下，同我领领几支军，同啊挂伊个迄个大炮，挂伊个军队，同我走入台湾来啊。啊，伊迄个台走来台湾哦，同我伫台南遐上陆。像伊个迄个副城，他设立台南，爱大头毛，安尼大台南嘛。啊，伊这个伊个这个门西哦，这个伊挂伊个某哦，转换来带入国家庄。啊，这本来较早唔知道有庄头无，是无人知影啦。伊来带伊只人叫国牙，这庄头才好做国牙庄的啦。啊，所以杨水炼哦，就是伊先讲个副将嘛。啊！以前啊，来遮搭设立遮所有遮营地，咱周围遮营地就是伊拢伊咧领导的啊。啊，伊因何来的原因哦？就是甲咱较早老蒋相相都建动人袂了啊！啊，到尾游来到下头，落去都无路啊！所以伊唔在领规个军队总退战，挂伊个大炮，无拢安尼来啦。伊个经营就是安尼来啊。哎呀，安尼尔，对，迄个大陆过来台湾，伊就领规队的军队带过来，啊来台南，对台南上陆哦，伊才来赶走迄个荷兰啊。咱台湾较早迄阵地，荷兰伫遮咧管啊，荷兰伫遮咧住啊。啊，所以荷兰哦，就是较早荷兰来，荷兰较强，有咱介原住民哦，拢赶咧山顶去哩啊。啊，所以荷兰哦。就是换内先讲过来打台湾，过来就赶走个荷兰呢，伊才从我伫台湾做台湾皇帝啦。伊唔再从我伫台湾做，做台湾或者台湾皇帝就是内先讲啊。啊唔再内先讲伊迄个台南过多赤坎楼，甲台南个古城，遐就台南，遐就是内先讲过来去建造个啊。啊，所以伊个首都就是住伫遐。啊，所以伊迄阵过来归台湾，从我变成。为台湾的政府是郑成功在管啊，伊个朝代就是安尼落来啊。管早哦，下迄个时代的皇帝哦，就是伊拢用那用战争的啦。啊，较早咱的迄个朝代历史无落来吼，即朝代历史写起底袂正确个，对呢，就是迄个战争啦，失败的人啊，就是败者就是惨啦，啊赢的就是军啦。你先像当时迄个车霸王项羽甲刘邦在战争，啊本来是车霸王项羽哦是足强嘛，啊刘邦就足弱啊，啊刘邦迄阵足弱哦，就是伊个军事厉害，啊甲靠对迄个山虎入面，伊即马去困伫山虎内底，伊内底个屯兵啊，因个军事知影啦，啊因个军事知影，甲项羽讲，项羽都唔听，伊唔再到尾换伊个军事出来找韩信。啊，唔只换韩信，佮叫庆庆入，庆庆入再去做伊迄个英雄。啊，唔只到尾，人咧讲韩信无犯家事啦，伊阵就咧甲项羽斗代志哦。伊项羽无爱甲听啦，伊算讲啊，你这都唔是英雄，啊，你这都唔是高人，伊无愿甲听。啊，这高人伊身躯边是伊个面头前，伊就唔捌你啊。啊，唔只去学这个刘邦。刘邦的迄个军师，迄、那个叫做啥，叫做张良，来卖宝剑，才甲请入。啊，请入了后，伊煞去哦韩信领兵，同我甲封甲甲伊切腹自杀啦。啊，伊阵啊项羽就六国无就用牌用剑的，无人剑的赢啦。啊，较早的朝代历史落来哦，就那朝代战书人哦，过落来迄朝代历史就袂准啊，就随在人写。你就战输啦，啊！你就方便讲伊啊，你就无权啊，啊！所以有些啥物事拢总交毁灭，较早那咧毁灭啊，就含个亲情啦，含个朋友啦，含因个旧连七祖拢总灭啦，拢总斩了了啊！啊！所以较早会调地历史写落来，写袂准就是这个原因啦。现在红军差不多这个所在啦，啊！伊是咧讲啊，讲这个所在哪？那咧考换字哦，我普通会打的啦。伊讲可能会有偌深啦，有太伊迄个所在，我甲讲会打的。啊，即若要知影，就爱叫林庆祥来看迄个到底会做啥，安尼较
站在嘴口上。这个土地，